天水圍湖山運動場咯，天水圍運動場用得好少啊，場一日都用唔到一節噶。運動場啲真草嘛。係啊，佢淨係喺度養不停㗎。講真草淨係得呢。邊度同埋湖山咧？有得最成個北區。如果唔係，你落翻去大埔咯。多咗唔好方便。是不是多空位給你們？咁流星冇出嚟，風去幫啊！係咯，好多空位啊！